和体育生一桌的快乐。嗯，到点了，训练去了。嗯，你走啊？啊。呀，童哥，练完了？哎呦，快快快快，使劲使劲使劲！哎呦，哎呦啊！啊，这使劲！哎呦，好哎呦，啊！哎呦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！哎呀，这这这！哎呦，咋练的呀？加油加油哈！第一啊，第一，一五六。和胖子一桌的快乐，急死了！你往前点吧，我这都没地方了。哎，那我这也得往前点，桌得对齐，是不是？这，大爷，把我掰开。能吃肉吗？不能啊。那中午咱俩一人一半。我下午吃。当你同桌是瘦子。啊，你快帮我拿一下，我上厕所。你自己拿吧。这一题你说。啊，大爷不行，吃不了了，快给你吃饱了，就吃这么点儿。起来让我睡会儿，你这呼噜声太大了。啊！大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不是啊，我真不是，我就那么。学渣对学霸的影响。那你给我解答这题呗。哈，这虾条给你吃。啊。光吃这玩意儿太干呐。我这有水，给你。谢谢。明天，明天。哎，你怎么跟大家一起玩呢？我不会教朋友。这有啥不会的呀？没事多跟大家唠唠嗑。朋友就是在一起分享快乐的嘛。你还可以用这个贴贴跟大家分享好玩的图片，还可以发语音聊天。打开贴贴，点左下角对讲机，点下方全部朋友，选择好好友，点击完成，手机就可以和对讲机一样了。你们班下姐都啥课呀？你班下姐都啥课呀？我们班体育。我们班体育，这好玩啊！你得学会跟大家交流。姐，你今天穿这衣服挺好看啊。还在那睡？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不要，有不会的题来问我啊！我跟你讲，那哈哈大意，我在上面讲，你俩在底下唠，大家到底听谁的？不行，你来上面讲来，来来，行行行，行哎哎哎，大意，和胖子一桌的快乐。大意，给我挡一下，我要吃。垃圾桶啊！张嘴，垃圾。和笑话一桌的快乐。哎，哈哈，这个给你。
我不喜欢吃，给你吧。啊，这是我送你的。这个我也不喜欢，给你。大义，你帮我把作文写了呗。我这还一堆事儿呢。哎呀，好同桌啊！山田同学，大义同学，出来一下呗。嗯。哥们儿，咋了，同学？我想要你同桌电话。没有。哎哎，哥们儿，我给你写一周作业，一个月。行。手机。和老师家孩子做一桌的烦恼。乖子，晚上上网去啊。行啊。哈啊，你昨天是不是上网去了？没有啊。没有什么没有，出来。这一题大一同学回答吧。选 A。 很好啊，下一题也大一同学回答吧，好不好？选 P。嗯，那下一题呢，大爷 ？C， 最低选 C。很好，下一题也说了吧。4D。给我吃一个，我干给你吃的。不给我吃，我告我妈去。哎，给你。和校霸坐一桌的快乐。你这不合格吗？你这不是因为你们全班都扣分？哎，别别，主任，我同桌胆小，你别吓唬他，给个面，给个面，下不为例啊。这位同学长得好看。滚！站！别！别扭啊！谢谢。没小事儿。哎，大爷，你去下楼给我买瓶水去。站那，你是干啥的？你让他去啊？他该你的。光那乌云又成团。去给我买碗麻辣烫。和老师家孩子做一桌的快乐。哎呦妈，还得上多长时间学呀？哎呀，还有15天就放假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咋知道的？我妈说的呗。我有点坐不住了，我想出去玩去。老师肯定不能给假。小大哥，你搁哪儿整的呀？我家不有的是吗？大哥，干啥呀？干啥去？战场啊！哎，上体育馆玩呗。体育老师不让。走，跟王叔说一声。